就难受，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走，白月光是年少是大的笑。白月光你说他是怎么演唱才能好听呢？在无际荡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老师，我唱的好难听。你难听不是音色，是因为你唱歌没有气。前两句咱们用点气。在无际荡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又放松喉咙，又不会扰民，这样唱歌还好听，何乐不为呢？首先一个注意，圈圈部分唱成重音字，横线这个地方呢，咱断开演唱。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？你看，其实后面两句的话呢，也是有一点小的技巧的，断句和重音两个地方，断句重音以及叹气，你学会了吗？